尔夫资料照，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骑士二当家爱神洛夫 Kevin Love 在他复出的三场比赛中表现相当高效，场均20.3分的他投篮命中率为 46.5%， 三分命中率为 47.6%。 对此，洛夫在受访时表示，他在因伤缺阵期间针对投篮姿势向队中神射手科佛 Kyle Klover 请意，同时进行了调整。谈到与科佛间的交流，洛夫说道，我在受伤期间看了很多比赛的影片来调整我的出手，也和科佛经常的交流。他虽然是一个罚球命中率90%的射手，但人常常审视自己，我现在正试着向他学习，希望这能够让我的投篮更加提升，并不停进步。在日前对阵暴龙的比赛中，洛夫在关键时刻与底角接到了詹姆斯 LeBron James 的传球，并在有防守者的情况下飙进三分弹，帮助球队锁定胜局。洛夫这次三分出手耗时约为0.7秒，对此他说道，在调整过后，我现在的出手速度比之前更快，篮球是一个分秒必争的运动，因此拥有快速出手的能力是很重要的。我不知道防守者离我多近，但我知道我的出手非常迅速。本赛季洛夫场均出场28分钟，能够得到18.9分、3.1篮板、7助攻，投篮命中率为46.3%，三分命中率为40.9%。